方才我没做梦吧？不是在做梦，白绝真神真的抱着一个女君。天哪！那女君谁呀？不知道。祖神在上，咱们神剑要出大八卦了。我不是在桃园里密室吗？怎么回来的？白绝神尊抱回来的。我睡姿美不美？我有没有打呼噜、流口水啊？有一点儿。那有人看见了吗？大家都瞧见了。啊！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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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事儿闹大了。祝女神以后一定见我一次打我一次，有的还可能杀了我。那我以后去长元殿修行，岂不是要挑个没人的时候去？你笑什么？难道我没有别的女神美吗？小殿下是最美的。走吧。是。上课穿什么好呢？这我那条红的还是绿的？哎，那抱的究竟是谁啊？是哪个女君啊？买定离手啊，看看昨天撩动咱们白绝神尊神心的究竟是哪一颗女君。来来来，都压着。大胆，竟然敢开神尊的玩笑。参见白绝神尊。神尊，该怎么处置他们？形势如何？啊，他们认为本尊喜欢哪一款？买可爱的人最多。背后许是阴阳相调，与神尊互补。原来本尊在你们心中是如此冷漠。红日师爷。无妨，是我太认真了。这一局是他。白绝神尊竟然在意他。哎呀，这一天过的小老儿真是不嫌命长啊，这天神的事儿啊以后再也碰不得的啊。要不我还是关了这姻缘祠吧。对，闭关两百年避避风头嘛。普华。你参见小殿下。请起吧。你掌管三界姻缘，对情这一事应该最是了解吧。那个小殿下这么说，可是想知道情为何物。是啊，情到底为何物啊？话本总说生死相许才是真爱，那么你说不谈生死就不是真情了吗？小殿下，你可能是拜错庙门了。连你都不知道啊？怪不得下界那么多痴男怨女。这情之一字呢十分难解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为情所困的那些人那更不知道，所以才会有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这句话。那我怎么判断？小殿下，你是不是想判别你心中喜欢的是谁？对。小殿下，你要是这么问的话，怕是已经红鸾心动，为情所困了。需要胡言，我就是好奇。小殿下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是谁的话，你可以用心去感受感受。感受是吗？你现在的所想所思所盼所期就是你心中所系的那个人。你性子
善解人意，温柔大方，美丽动人，体贴柔顺，自然是三界一等一的。小殿下，我嘱咐你两句啊。这情之一事呢，就好比这壶酒，出饮的话沁人心脾，但是要是浓了的话，就会纠缠祸心。小殿下，你可一定要当心啊。纠缠祸心，难道这家伙招蜂引蝶颇多，我谁都不如？今夜的星星格外明亮，比起瞭望山也不差。你怎么来了？怕你在店内孤苦伶仃，特意来探访一下，陪你聊聊天。喝酒了？今日本主神颇有雅兴，小酌了几杯。坐下，替你醒酒。刚才我一直在想，你是因为性子冷清所以面如冰霜呢，还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该以什么表情示人，所以干脆没有表情？你还记得吗？当初你还问本尊，为何要将封印玄衣的功劳算到你一人头上？终于想说了。有多自卑就有多自负，你如今神脉大开，功力大涨，之前那些故作顽劣的戏码日后莫要再上演了，本尊都替你心累。还想聊吗？不聊了，你太会聊了。要不要学点新的招式？除了修炼，咱们就不能做点别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比如说，星星，看星星。瞭望山的星星最是好看，可你却从来没有带我看过。你若想看星星，自己去便是，为何还要我带？你就要带我去看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比瞭望山更好。此处便是乾坤台，祖神降下示警之处。传闻天地之间每18万年便会降下劫难，唯有混沌主神以神力相挡，方能消除劫难，救苍生，成大道。7万年前祖神欲传位给玄一，可玄一心思不正，
一朝坠魔，才导致天地恒生浩劫。这些我都知道，祖神踏破虚空而去，遗留一口混沌之气在这乾坤台上，运化万年，我才降生此处。我生来便是承袭祖神遗志，运化天地大成的。所以啊，上古，你掌着天地之重，在比旁人权力更大的背后，是最重要的责任。我会好好修炼，我会比你想的还要努力，尽快掌管主神令域，出任混沌主神。哎，我的夸奖呢？你别老天天冷着一张脸了，你一冷着脸吧，我看着心里就难受，我一难受我就修炼不好，修炼不好出任不了这个混沌主神，你说那能怪谁呢？狡辩。时光如你，让我情思绪牵引，温热掌心握紧，抬头时也吻过的流星，长长声音朦胧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影换回你，一生一默总是本尊脸上有话，直到遇见你带你酒醒，我们就回去，等下一世晨曦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银河里陪你去远行，听彼此感应靠近，三言两语若如此良辰，若如此美景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还是忽然心情不好？没事。九幽之地又出事了。不是，这几日乾坤台可降下与上古有关的事情。不曾啊，上古自降世以来，祖神已多年未能施降，上古身负重担，事关混沌之力，下界苍生，可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。明日便颁下谕令，乾坤台百米之内众神皆不可踏足半步。为何如此？祖神试训，诸神必须第一时间知道才可。乾坤台乃神界基石，如今玄一虽已被封，仍然不可小觑，为了避免魔族卷土重来，乾坤台日后由我亲自看守。也罢，天启最近是越发荒唐了。你既然已经归来，在上古接掌主神令宇之前，你便重掌一些神族的事物，以免日神夜神这种破坏天地法则的祸事再度发生。当初只是让我回来教导上古，现在倒好，又变成重掌神界事物了。放心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送你回瞭望山独享清闲，好不好？不必，我接受你的安排。白绝真神嘴硬心软，最是大意。哎，小殿下，你拿这么多小玩意儿做什么？让你们家神尊开心开心啊，平日里啊他总是皱着个眉头。小殿下，您心是好的，只怕白绝神尊并不领情啊。会吗？
神尊，今日到来的挺早的，这是何物？课余时间甚是无聊，用这些小玩意儿解解闷儿。风筝，好看吗？玩没玩过？没有。天哪，红日，你家神尊竟然没玩过风筝，很奇怪吗？风筝、拨浪鼓、走马灯，这是每个人儿时都玩的小玩意儿。哦，对，还有球和毽子。对对对对对。本尊儿时可没这么无聊。我知道，你儿时日日与太仓枪为伴，南征北战，捉妖屠兽，自是想玩也没时间玩了。本尊不喜这些。是什么？我放风筝最在行了。小殿下，神尊他不会领情的。好吧，本尊陪你放。放风筝，你不是最在行吗？这里头学问可多了，风筝必须迎着风飞，才能飞得高飞得远。来，我帮你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你看飞得多高，你看啊！凤凰于飞，寓意极佳。上古，若是你能选择，你愿做一个普通散仙，还是一个肩负三界苍生的主神？怎么忽然这么问？又想考我？不，我只想听你真心回答。我既身为混沌主神，这三界苍生便是我降生于世的责任。既然如此，不管我肩上有多少重任，我都愿意承受。好，我会竭尽一身所能，祝你早日接管神界。终有一日，你神光所目之处，便是上古混沌之名。